暑假我们去哪儿？暑假妈妈想去。暑假妈妈想去中国。暑假爸爸想去。暑假爸爸想去印度。暑假妹妹想去。暑假妹妹想去墨西哥。暑假哥哥想去，暑假哥哥想去加拿大，暑假奶奶想去，暑假奶奶想去韩国，暑假爷爷想去，暑假爷爷想去日本，最后我们决定留在美国。